手机，然后一个人去把那一个先画出来，然后过后我们再来采。十二位参与慈济社教课的师生来到吉隆坡班丹英达大幼儿园粉刷美化外墙。幕后呢还有很多的老师，然后还有我们的设计师也在这一次的配合当中呢，把我们的大爱无边啊、展现在我们的幼教的壁画上。我们在壁画的设计当中呢，有非常阳光的爱心，然后壁画上也有小树，那我们幼教的小孩都是我们的幼苗，让它呢长成大树。那油的是什么来的？啊，爱心呢？啊，每天很开心的，因为以前的墙壁是什么都没有的，但是现在哦，墙壁多了很多的爱心，还有树叶。原本单调的墙面，经过志工巧手发挥创意，添上了新装后，让校园看起来更有活力。台新闻真善美志工何永康、刘顺发，马来西亚报道。